你能帮我拽一下绳吗？日前，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正在热播。该剧由白敬亭搭档金马影后马思纯出演，主要讲述傲娇特警遇上萌新医生的隐情故事。该剧一开播就话题度极高，帅哥搭靓女，外科医生搭精英特警，白敬亭饰演一名为人民服务的特警邢克磊，身手十分了得。主要这制服诱惑也太帅了吧，三月男友必须是他。白敬亭一身警服英姿飒爽，太上头了。在剧中，白敬亭穿警服所塑造的教官形象太帅了，粉丝直呼求白敬亭把警服焊在身上，他穿警服太帅了，小伙伴们都挪不开眼睛。今天又是为邢克磊帅晕的一天，邢队请务必申请一下制服半永久，再一次溺死在邢克磊白敬亭1.8米的气场里。